好，呢位是我的朋友 Alex Lim。 今天我 actually 想訪問 Alex， 他有很好的見證，作了 Alora Boxer， 我了三個月的他的新，他新兩張照片給我看，一個是 November， 一個是2月。哇，他的相真的很好，很重要 different， 所以我想訪問他，他是怎樣做啊，為什麼他會做。So Alex 可以幫我分享一下你的見證。我做咧，我係做咗三個月啦，嗬，三個月入邊，我有上影到相，就覺得我三個前鋒三個後完全唔同咯，嗬，我可以上俾你睇下，睇到啊！哇，係咪好大分別啊？從十一月啊到廿四號到二廿四號，啊，變化咗咁多，我都輕咗三個。三個 KG 啊！我著呢副咧，我覺得我越做越著，我肚腩越嚟細，跟住我著個普通個長褲，好似要縮一隻腳趾落，我拉褲頭，褲頭都係拉實啲。如果我係知道我著個褲係好實啦，亦覺得好鬆咗。都個肚冇咁脹，冇咁硬咗，冇咁硬咗。即係瘦咗、腍咗，係等佢啲時間慢慢又縮翻咯。OK， 仲有你幫我講，你開始都係唔食咁多咗，因為好似你 feel 到唔會食咁緊要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即係講覺得好似唔要食咁多咯。嗯，你想食多都食唔到咗。唔係特登愛減肥噶，係即係講係一個冇食咁緊要咗咯。啊，你唔係講我唔愛食，我想食啲食啲。飽咗啊！食緊嚟啲肉，食啲飽咗，我好似有感覺到個肚個胃變縮細咗咁咯。哦 ，OK， 仲有係有 feel 到個肚冇咁脹咗。冇，之前超個肚好似硬，頂住咁，拖住都辛苦，拖住都辛苦頂到啊！而家鬆緩咗咯。哇！真係好大變化，因為Alex 嚟俾我睇嗰個相。個肚係好似脹到佢爆咁咯，所以三個月後佢係日日著係咪？你日日著廿四小時。哦，我三條著三條。三條啊，老實輪流著，因為一定係好 consistent 咁樣著先睇到效果。你唔係一條就冇咩效噶啦，你一條你都係兩條，日日著，你可以一個禮拜休息份著咁樣。係，因為阿 Laura Pan 你係幫我哋葉順玩。所以你係愛 consistently job， 喺三個月你睇到好嘅效果嘅。仲有一件係你嘅太太嘅見證，因為你太太嘅見證係之前兩年前佢著咗嗰個Alora Pants 女裝嘅 Alora Pants， 你都係買一 set 兩條，佢好 consistent job， 哇！佢嘅見證又係好好，喺三個月都係三個月，佢見證佢嘅肚腩啊。send 出嚟係冇咗啊！你可以 send 下你嘅，我俾你睇下相啊！睇個相，即係十一月一號，跟住到19號三月。你睇嗰個，你睇下，睇直情係冇咗咧。個智諗又冇咗嚇，都係咪三條啦？而家有四條啦。嗯。哦，日日都著係好著，每日夜黑沖咗涼就著。個聽日，沖涼一條咁咯，超過都係第二日，超過人啦，超過人。我最記得係之前我第一日揾你睇睇嗰陣時，你幫我講佢腳係痛㗎，係啊，佢試咗好多唔同嘅方法，但係著咗阿羅賓到而家係，正話阿 Alex 幫我講佢腳而家暈暈，係咯，之前嘅腳啊，好頭皮㗎嘛。哦，你要睇個蛇皮冇喎，頭皮而家話白，唔使頭都先頭白兩兩嗰個。係啊，著嗰個腳頭啲青色貼筋啊，要冇噶，冇冇噶。仲有最緊要佢腳唔痛咗係咪？佢唔痛咗個腳。你有著呢條阿羅潘薄質都好，你加埋運動，彈高又好，彈低又好。係。你冇諗住錯字，係休耐啲時間咯，你話唔用快啲咯。運動加重過快的效果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們很 consistent 著，日日著三個月，你就會看到那個效果。好的，好，多謝Alex。